潮流每过几年都会兴一次。咁咪同呢件衫一样？格仔衫克罗定啊，今届欧国杯你又点睇呢？大家应该仲好记得98年世界杯，苏加同埋波班等等带领嘅克罗地亚第一次参赛就一举摘下季军。其后球队重建，喺10年更加唔能够晋身到世界杯嘅决赛周。今届嘅欧国杯系佢哋自08年再次登上欧洲国际嘅赛场。当年接棒嘅球员亦都渐趋成熟，好似效力英超热刺嘅莫迪力。现役国家队入球最多前阿仙奴嘅前锋伊杜亚杜达斯华。同埋效力爱华顿嘅入球机器谢拉域有一定嘅守护能力。喺 C 组第一场会斗爱尔兰，两队都系讲实际同埋效率，系一场实而不坏嘅对决。睇住 Apple， 及实 Euro， 夜晚唔使四位炮。